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工。天命队崩坏第三小队队员卡罗尔。又有妖兽侵袭了吗？守护是我唯一的使命。
希尔也想和大家一。重装小兔十九岁，现在可不是瞌睡的时候了。明智之举。让我来吧，会和大家一起战斗的。不想再往前一步了，来跟我跑吧。兄弟们，还是得靠我。真正的英雄总要经历这些痛苦。